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19国际辣妈洛杉矶赛区特别节目辣妈的魅力。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位辣妈明丽华女士。您好，丽华姐。您好，主持人。叫做辣妈的魅力啊，就都是讲我们美丽的妈妈们。那您的这个身材也这么好，真的很难想象已经是妈妈了啊。那您的这个孩子现在多大了？孩子28岁。哇，这么大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女孩。是女儿。那他是出生在美国吗还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那你们是哪一年来的美国呢？我们是2008年来的。那到现在也有11年的时间了啊，也蛮长了。对，那是当时是就是你一个人带着女儿到美国来的。是。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你们全家搬到了美国？那是在14年前，我先生就是得了一个肿瘤癌症就去世了。就是女儿的爸爸。对，女儿的爸爸。然后呢就是通过朋友就是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就是 David， 他是美国人啊，我们在中国认识的，然后在中国结的婚。当时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就是两个人一种很来电的那种感觉，感觉他很有爱心，很有责任感啊。我女儿和我都还蛮喜欢他的。后来就是我们通过写邮件就是恋爱了一年吧，就是在中国武汉我们就结婚了。Hi, my name is Dave. I am married to Li Hua Ming. I met Li Hua in Wuhan, China, about 12 years ago. We have been married for 11 years. Li Hua and her daughter Yaqing came to U.S. About 10 years ago. And we lived in Fresno, California for the first 7 years of our marriage. I have 2 daughters, Maya and Layla. So Li Hua has been mother to 3 daughters, you know, helping them with their school, helping them learn how to cook, helping them learn how to clean. She's very good mother, very, very soft, very good mother. We have moved to, our daughters have moved out and gone to college, and now Li Hua and I live together in Arcadia. She's a very good wife. She's a very good cook. She works very hard at modeling and dancing and drumming. She's very active in Chinese community, and she made many, many friends here in Los Angeles area. She's a very good friend, very good wife.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married to her. 她对我很好，对我女儿也蛮好。那女儿对 David 的感情也蛮深，也是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继父。对，女儿非常懂事，她也不嫌弃，也不是反对。对，她也不是就是说，妈妈说些什么的话她不听的那种，她还蛮听话的，也很乖。对，很乖，也很会学习。那 David 对女儿也是非常好，视如己出的。是，这也很难得哈。对，你现在老公 David 他也有孩子嘛，是不是？你们之间有没有会产生摩擦或者碰撞的时候？我跟我现在美国老公 David 他的孩子呢，没有，都是还是蛮融洽的。对，那个小的 Layla， 就是他蛮爱我，我也蛮爱他的。当他很小的时候，我认识老公他才5岁啊。他5岁，然后我来到美国的话，他每天晚上就拿着一本书，是中文的。他就要求我帮他讲，教他学中文。哎呀，我觉得这孩子太可爱了。他也学了一段时间的中文，这孩子我蛮喜欢他。他们也觉得来了一个善良美丽的天使的中国妈妈，是吧？也让他们生活有了新的契机。就是我会给他们洗衣服，清理房间，然后有时候送他们上学放学，送他们上学接他们放学。也是真的是用心去爱他们，也感化了他们。对，那他们跟你的女儿关系如何？很好，也很好。我女儿比他们都大。
要大他们好几岁，大姐姐，就是大姐姐。因为现在先生的大女儿21岁，小女儿17岁，我的女儿今年28岁，所以大他们好几岁的，所以说也一直把他们当成小妹妹看，是是是，也很包容和这个爱他们。对，那行。来美国之前您在中国是也是在工作，一直在工作是吧？是工作。那那时候在做些什么呢？我有在工厂里面工作。就最开始的时候。对对对。后来就是中国不是改革开放了，很多的工厂都就关门了嘛，就不做了。然后这个时间呢，我就也开始下岗做自己的小本生意吧。做了点生意。然后就是开餐馆，那个餐馆就是开了6年。在这个开餐馆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遇到社会上的就是不是很正经的人收保护费吧。那个时候还是早年间，还社会这个治安还是很乱的啊。是是是，男人跟男人之间的话会碰撞起来嘛。我说我在这里的话，你不可能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去斗吧。然后我就说的也，你要吃饭我做给你吃呀，你要吃什么菜点最好的菜我都给你做，你要抽烟我买最好的烟给你抽，你还要怎么样呢？那我现在只能做到这些，你要钱我真的没有，没办法，那你把我怎么捏，是不是的？就是你们要高抬贵手，你不能就是说仗着你是一个男人欺负一个女人吧。那他们也被这个智慧给折服了。最终也成了朋友了是吧？是的，成为朋友了。就是正因为成为朋友，他就说嘛，他说你怎么这么好，你这么勇敢，你不怕我们就是说当时砸店啊这类的。对对对，我相信你，我说我相信你们不会的。因为你看到一个弱女子，你愿意去那样做吗？你毕竟也是爹妈生养的，你也有良心的。就是后来没什么了。对，这就是我们中国女人的大智慧哈，以柔克刚。那后来这个饭店就关掉了。后来呢就是老公生病了。老公生病了，就是说需要一些钱去看病，然后把家里的钱呢都花的差不多了，那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去经营这个餐馆了，所以就把餐馆卖掉了。卖掉了。然后老公也是很就离世，我先离世了。离世了。那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绝望，觉得一下天塌了，就要一个人带孩子了？这种心理的话我觉得还好。但是我就想那个时间也40来岁吧，也不算很大年龄，我想的话就是说没有另一半的话呢，我自力更生，因为我有一个孩子嘛，孩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因为孩子你万一就是说你不坚强的话，你孩子怎么样培养他，怎么成长，是你太弱，那么孩子的教育肯定是也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胆怯的害怕的，所以就是没什么，我扛起所有的就是说家庭的一切。我后来进了保险公司，那保险公司呢是一个朝阳的行业，当时是吧，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话也蛮适合我，它也属于是那种很有爱心的。因为你把这个保险送到千家万户，就是给所有的家庭带去避免一些风险，是吧，疾病或者意外，你就是家庭有了这种保障的话，可以这就像是一个避风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爱心的事业。所以我在保险公司做了12年，然后做到了高级经理。非常不容易哈。也有一句话啊，叫为母则刚啊，在没有了爸爸之后，作为一个妈妈觉得更要担起这个重担，要保护这个孩子。对，我要孩子也是非常懂事。对，我要做一个榜样做给孩子看。是，不就是说你不能完全是指望你的另一半，那如果发现了什么意外的话，那这个家难道就不过了吗？是，然后自己就不过了吗？孩子就不要了吗？所以你一定要担任这一个
家庭的责任起来。那带着女儿到了美国之后，就在美国有工作吗？当时来的时候的话，刚开始说心里话，不是很适应美国的生活。开始就是考驾照，让自己先学开车嘛，就有了车子。然后就是在家里的话，就是学语言。你来了美国，你必须要学会这两件事，一个要学会走路，走路就是开车。那学语言，学语言就是要学英文。不然这的话，你在这里很难生存。就是说，你那个老外的老公他爱你，如果你没有语言上的沟通的话，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不断的学习英文，然后在短暂的几个月当中，我就把这个语言这一块的话，就是跟他过关了，沟通这一块没问题了，生活这一块，也是付出了很多去适应美国的这个心中，对对。然后我也尝试去找工作做。那个时间女儿在读语言学校，那么她在那个 Quickly 工作，就是中国翻译过来就是快可丽，奶茶店，对，奶茶店是台湾人开的。好，她去在那里呢，就是前台卖奶茶，然后呢里面呢插一个就是说厨房里面的阿姨，那女儿说，妈妈你要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说好啊好啊，然后我就去了。那这份工作可以说是我女儿介绍的，然后我就在厨房里面的话，就是炸鸡，炸丸子，就是那个有一些海鲜丸子呀，牛肉丸子啊，瘦肉的丸子，就是然后每天就切鸡，切啊。我真的，我这一辈子长了几十岁的话呢，我没有切过肉，我没有杀过鱼。所以就是为了这份工作的话呢，我就咬着牙呢去学会尝试这个工作，切鸡，每天切好多哟，每天这个冰箱里面是好几个冰箱要把它切满，就十几盆的那个鸡，那我女儿都看的就是蛮心疼。然后那我手都切的，当时的话都是红肿的，都要破了，拿那个刀都拿不了了。我又去找了一份工作，那就是蛋糕店，齐华就是卖蛋糕，卖面包。那我又去学会的话，就是去做蛋糕，然后就是那个生日蛋糕上面的一些花呀，一些那个涂的那个很亮的一层啊，就做这些东西，这些工作，然后再就是卖蛋糕，卖面包。我14岁的时候，我爸爸离开人世，当时他是心脏病。我很爱我爸爸的，因为读初中的时候，那个时间人家同学们都有爸爸嘛，都可以撒娇的。我觉得一下子就是没有爸爸了，所以必须坚强起来。对，那个时间的话，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几个，不过呢，我是家里的老幺。上面呢有妈妈，有三个姐姐哥哥的话呢来照顾我，但是我还是希望有爸爸的爱，因为我非常爱我爸爸。我跟几个姊妹姐姐都蛮好，那就是大姐，她是一个模特老师，然后二姐呢，她是以前也是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作，是纱厂里面工作。三姐也是的，他们俩是一个同事，对，他们是一个纱厂里面的工人。然后三姐在3年前的话得了食道癌，又走了，不幸的也是。对，不幸的也是走了。那个时间我已经来到美国了，但是我会每年回国两次去看望他们，姊妹的感情也是比较好的。是，但是爸爸跟姐姐一定都在天堂，也保佑着你和孩子。是。
那女儿从小等于说大多数时间都是跟你相依为命啊，是不是这个感情也是最知心的朋友和最亲人家人？是，她跟我的话相当于也是朋友，也是妈妈。那通常你们会无话不谈吗？是，她有什么都跟我谈。那女儿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或者有没有自己的家庭？有男朋友，他们相处了5年，就是准备在下个月结婚。太棒了。那在这个爱情方面有没有给女儿一些建议呢？就是说以妈妈的这个心路历程给她一些什么样的忠告？有时候我们俩会交心谈心一下这方面哦。然后这个男孩子呢，他是老中，他是天津人，也可以说是他们班上同学，他们俩很相爱，是他们俩的就是一见钟情的这种相爱，就是谈了5年，这个男孩子的家庭的爸妈都很喜欢我女儿，我不去，就是怎么样子说呢？就是你喜欢的，我不就会去干涉，对，不会干涉，我没有说你要找一个。老外呀或者是老中，我说只要你喜欢，你们俩相爱，这就是妈妈的心愿。非常高兴借着这一次国际辣妈大赛的机会能跟我妈妈讲一些心里话。我妈妈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我觉得非常好，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气质都绝对配得上辣这个形容词。我妈妈现在是一名模特老师，也是非常优秀的旗袍秀演员，他对于时尚和美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就使他不管从身材保养还是形象管理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也能准确地把自己对美的见解带入到他的秀场和课堂上，影响和帮助更多的人体会旗袍秀的美。我觉得我妈妈有着非常年轻的心态，喜欢学习新鲜事物，他也经常回国参加模特学习班进修和提升自己，他也非常自信，走起台步来步步生风，相当有气势。我觉得我妈妈个性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她非常有主见有想法，就比如选择来到美国就是她为我们做出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来美国之前，她是一位职场女性，也是单亲妈妈。为了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她毅然决然地决定出国。而且虽然一切从头开始，她还是在美国创造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这跟她敢想敢拼的性格是分不开的。虽然我们在美国经历了许多挫折磨难和在异国他乡的无助迷茫，但是我们都互相鼓励坚持了过来，现在的生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非常感谢妈妈一路上的引导。虽然我们现在暂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但是我们经常见面，也会组织家庭聚会和旅游。我们见面的时候经常一起逛街爬山旅游，而且出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更像姐妹俩，我们也是无话不聊的朋友，基本上每天都会打电话或者视频通话聊天，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温柔的人，她有着小公主的一面，会撒娇爱萌，但是也有着非常坚强刚毅的一面。我觉得这就是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吧。对于他认定的事情，他会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去做，并且努力做到最好。这一次辣妈大赛比赛也一样，他非常用心的准备排演节目，我觉得他已经是我心目中最好的辣妈。Hello， 大家好，我叫刘雨辰，是明丽华女士的女婿。在这里希望妈妈在这次比赛中赛出自我，赛出本色，赛出辣妈风采，向更多人展示出您自信亮丽的一面。我们永远支持您，就像您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学习跟工作一样，我们就是您最有力的后援团，加油加油。
也到美国这么多年，现在女儿也长大了，也要有自己的家庭了，那也渐渐的融入了这边的生活。那平时有没有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有参加我们同乡会的社团的一些活动，我在这边的话就是教他们，走秀、走旗袍，然后还有参加这个阳光学校的，他们请我过去帮他们，就是带一帮也是女性吧，爱美的女性，我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全都是免费教他们，就是像做公益一样的。身材也是特别好，而且现在就是一个少女的身材，谢谢，很多年轻的女孩子都没有这种身材，有没有这个保持好身材的什么秘诀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经常的话你训练嘛，你女人你走秀的话一定要优雅嘛，你是穿旗袍，特别是穿旗袍的女人，你要把那个穿旗袍的那个味道你穿出来的话，你不能挺着一个大肚子嘛，是吧，你自然而然你要收肚子，要提疼，要时刻保持自己的气质。是。在我眼里呢，她是一个很单纯，很直率的一个人。她对艺术很敬业，而且对艺术很热爱，对待工作非常非常认真，做起事儿来呢一丝不苟的。而且她呢人很实在，所以呢跟我们大家交往都在一起呢也非常和谐。她来参加这个辣妈大赛，我预祝她呢取得很好的成绩，向着冠军冲刺。明丽花，我们支持你。成功，成功，再成功！哎呀。你活了一辈子哈，也有几十岁了，你不能白活，你不能生活的太苟且，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子自己有一种不同的追求，那么就是如果那么一天站在这个辣妈竞选的这个舞台上，我会很自信，也很自豪。就是不管这一次的比赛的结果是怎么样子，但是我勇于去尝试，这今生没有白活吧，没有来白走一趟吧。在来到洛杉矶有好多的中国女性，她们呢都是追求美的，就是诚心就想要我开班了，我有这种想法，我一定要就是说把那些就是像我一样热爱就是走秀
热爱模特的这些女性的话呢，把她们都培养非常的优雅，非常有气质，非常自信，让她们在生活当中的话呢更自信，更漂亮。是，也像您的名字一样，叫明丽华。之前您是明钻，以后呢，您将是绚丽绽放的一朵花朵。哎呦，谢谢谢谢，是，那也谢谢丽华姐。那也希望您呢，在这个我们即将开始的总决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取得很好的成绩。谢谢谢谢。